八哥鸟怎么养？建窝。八哥幼鸟的抵抗力较差，需要用遮风温暖的小纸箱作为小窝。等到它长大，可以准备30至40厘米高的笼子，喂食。幼年八哥可以吃奶粉，成年后可以以鸡蛋、大米制成的软食作为日常饲料。主人偶尔还能喂它们吃些蚂蚁、面包虫、瘦肉丝、蚂蚱等肉食。训练。在1个多月大时，八哥鸟就可以开始接受放飞训练了。洗澡，八哥鸟喜欢水浴，往日常家用的水盆中倒入一半水量，八哥鸟会自己跳进去洗澡。